接上一个视频啊，看看这回咱们能不能重抛成功。说凉水，这个冷水不能放那个太多，不行，还得放点。这不应该差不多了吧？给它搅拌均匀。上个作品你们看了吗？那个确实是没有冲泡成功，不知道这回我们可不可以能给它冲成功了啊？然后加入这个热水，哎，成功了啊！可以了，这个水是我刚烧开的，然后咱们给它搅拌均匀，它成一个透明状，这个就可以了。我调的这个，我冲的这个非常粘稠，看一下，能看到吗？非常的粘稠。上一个作品那个简直是太失败了，然后我想咱们再试验一把，看看好不好冲泡。我这个非常的粘稠，看看。这个挺成功的啊，这一次挺成功，尝尝，这里面坚果非常多，有那个葡萄干，还有杏仁、核桃仁，咱们尝一下，尝一下味道如何？我觉得还可以。我看到有人说这个不好喝，软软糯糯的，不错。如果你们喜欢的话，给我点颗小心心吧，支持我一下，感谢哦。谢谢你们啊。